金字喇嘛王，介绍我当年的小的偶像上台，他就说家喻户晓了哈，没有任何私己私利，也不想要贪官哦，他就是这么勇敢，这么霸气，想要打败霸权哦，告别腐败哦，为我们人民发声了一个非常勇敢的博士哦，大家不要以为他只会骂人哦，其实哦。他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博士，所以呢，话不多说了，我马上用全场10000人响遍深州马口镇的掌声，迎接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我们朱光耀博士，谢谢。Saya ucapkan kepada saudara-saudari yang saya hormati sekalian. Saya ingin mengucapkan kepada saudara-saudari yang saya hormati sekalian. Saya ingin mengucapkan kepada saudara-saudari yang saya hormati sekalian. Saya ingin mengucapkan kepada saudara-saudari yang saya hormati sekalian.各位马口的同胞，大家晚上好。仲有六日，仲有六日，我哋就要做政府啦。开唔开心啊？开心。兴唔兴奋啊？兴奋。过唔过瘾啊？过瘾。happy 啊 ？happy。爽啊！那绝对唔 happy 啦。死鬼肥婆嘛，梗系唔过瘾啦。佢哋都好事多为啊，系咪啊？我哋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食神一到5月9号，好唔好？今次我哋一次收你个皮，嗰班扑街恰咗我哋几十年啦，嗰班扑街食钱咗几百亿啊，嗰班扑街做咗几捻多阴质嘢啊，我哋今次报仇仲有6日，大家拍手。香港有啲報章訪問我，佢哋叫我大馬超人，我話我唔敢當，因為我沙巴斯拉屈入唔到，嗰度幫咗我，我最多係半島超人，所以沙巴斯拉屈嘢我唔敢講，因為我冇去，不過喺半島我周圍走周圍飛，我睇除咗林吉祥之外，成個行動黨第二個做得最緊要嘅就係演病。所以我講到嗰時，後人都沙聲。不過唔緊要，今晚嚟咁多人咁俾面，依家淨係9.8個字。如果大家掌聲勁啲嘅，我講到11點好嘛？各位，我全馬來西亞半島行遍曬，我同大家講。我哋今次比505更加有機會執政，大家記得5年前胡永煥混政府係咪啊？係。一熄燈就冇曬條。我間石堅搞奸啊！我班石堅係奸產嚟嘅，我班石堅係奸到出汁，係咪啊？今次佢哋會更加奸。乜嘢招數都出曬，所以大家冇睇到今晚3000人咁興奮，因為分分鐘佢哋仲有啲蛇招未出嘅，我唔知啊。好似今日咧嗰啲馬華狗嚟報馬單嚟 check 鳩我哋嗰啲對面係咪啊？真係好撚狗啊！啱唔啱啊？大家公平競爭咯、啊，我哋講嘅咪自己講咯、啊，不過佢妒忌我哋，因為我哋咁多人潮，我哋漫畫嗰啲就好似7月14嗰啲嚇，第一排冇人坐，正常啦、啊，第一排，佢哋班友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第四排等，到第10幾排都冇人坐、啊，冚唪唥都俾鬼坐啊！所以梗係妒忌我哋咯、啊。你睇我陰公要幾撚勁啊！嗱，老老實實講。
講，我哋點解五月九號有信心做政府呢 ？VSOB 有一句口號，大家一定記得嘅，穩馬標一開，好事自然來。哇！呢度好多草莓啊！穩馬標一開，好事自然來。我哋唐人最中意嗰啲自來貓、自來狗，因為自來呢又昂啊，係咪啊？馬下爹就係自來馬，佢自己過嚟噶，我哋冇俾錢收佢噶。我哋今日仲有攞啲美國癲同大家籌款，我都幫佢做埋書。嗰度邊有錢啊？嗰啲豆餅都冇俾佢啦，而且馬下爹大把水啦，馬下爹使乜過俾到攞水啊？啱唔啱啊？嗱，所以我同大家講，今次係千載難逢嘅機會。大家睇下，如果大家知道佢哋中國文學有一本書好出名嘅，叫做《三國演義》。《三國演義》第一章、第一篇、第一段係講咩咧？我今日同大家講一次啊。話說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呢八個字好邪啊！呢啲係我哋中國人嘅智慧啊！你唔信？你睇哈迪，回教黨嘅哈迪過咗去，毛統嘅馬哈迪過咗嚟，係咪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哈迪以前係過嚟嘅交運，而家係過嚟嘅交運。馬哈迪以前幾十年係過嚟嘅交運，而家著一聲變咗過嚟嘅交運，係咪啊？啊，睇到我啊！呢啲係天意 ，Inshallah， 阿拉派馬哈迪過嚟呢度舉只雞嘅，大家感謝阿拉拍手，多謝馬哈迪拍手，舉個只雞拍手。有啲人問我，阿拉派馬哈迪嚟收只雞。收了隻雞過後，誰收馬爹呢？阿拉收回好不好啊？人人都要見他的神的，我信耶穌的始終見耶穌的，馬爹信阿拉的始終信見阿拉的，暗地你信那些什麼四面佛又好，或者是九王爺、三太子，一入你香港都是見你們的，是吧？很正常的。所以我說現在馬下爹難得過來，就是負客，負客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記得馬哈爹剩翻兩年啫，馬爹93歲啊，唔係我就去啊，佢自己嘅 video 都講噶嘛，誰若不敬不堅特硬唔硬堅，係咪啊？我冇咗馬爹啊，馬爹自己講啊，大家知道啊，93歲仲可以頂幾耐咧？林哥上都頂唔到幾耐。林家祥76歲嘅 cancer， 嗱，老人家依家咁勁啊，慢慢就諗啊，93歲嘅馬下爹，76歲嘅林家祥，慢慢就諗啊，插只雞，佢哋依家係亢奮狀態，好勁啊！如果一輸啊，即刻一夜白髮，成個巢曬，即刻仆街，真㗎嘛，啱唔啱啊？所以好多老人家唔可以退休㗎嘛，打麻雀啊咩啊？啊！我白上望啊啲啊，一退休啊，冇嘢做咧，好快就見大家啦。所以馬下爹依家好難得個收呢兩年。嗱，馬下爹係咪好人咧？我同大家解釋啊，馬下爹究竟係咪好人？我今晚俾一個滿意嘅答案你。不過我未回答之前咧，我教你一個博士嘅思考方式，博士嘅思考方式。你問呢個僆仔，小妹妹來，哥哥問你一個話，小妹妹。请问下雨好不好？小妹妹讲好，错。再回答多一次，请问下雨好不好？不好，错。小妹妹讲，哇，兄弟你玩嘢啊？讲好又错，不好又错，边边都听哦。嗱，基本上你唔好怪个小妹妹，因为你本身问嘅问题就好有问题，你本身嘅问题就有问题。点解？因为你唔系博士，我系。我教你博士的思考方式，想咩咩嚟？阿哥问你个话，现在一年烧吧，每天空气污染，请问下雨好不好？
小妹妹，现在每天都水灾，请问下雨好不好？不好。睇到冇？因为我嘅问题性好多嘛，我有设条件，我有放条件喺嗰度，咁佢咪佢问问题，我问问题，佢答问题，咪有条件可以作答咯。英文叫咩嘢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我去申请银行信用卡 ，Citibank 下低一定有一个细细一行嘅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我攞个 Citibank 信用卡去食 Sushi King 食日本餐。日本餐廳講咩啊？阿啲你用呢張卡咧，就你 buy 10% discount， 啊！啲好撚爽係嘛？都啱啲爽過頭，拜一同拜二攞張卡去食嘢，食開一個攞張卡俾我 ，10% 人哋又鳩佢出嚟啦！哦，阿啲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今日都唔禮拜係咩啊？你玩嘢啊？所以我依家問多個問題，今晚。邱光源嚟到马口演讲，请问落水好唔好啊？好。今晚如果邱仲毅同曾蕴仪喺度演讲，落水好唔好啊？好。边个星物？好啦，依家我会用一个半小时，就系讲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你听我个古仔，你即刻成个醒。如果唔醒，我回水俾你，你哋都冇俾钱我啊。马哈爹是不是好人？有冇问喎？有个圆面老实实讲，马哈爹是不是好人？依家我回答你啊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22年前马哈爹做首相，好事多为，佢亦都有贪污腐败，亦都有打压人权，亦都有控制传媒，亦都有开除法官，亦都有捉反政党领袖。嗰、那个时候嘅马哈爹唔系好人。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93岁嘅马哈爹临尾香转死性，佢过咗嚟帮我哋怼只鸡同河马，难得一次可以搞掂毛统打包国阵，所以依家马哈爹系咪好人啊？系，系咪啊？系。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醒目。所以我讲嘢系 make sense 嘅，我而家教博士嘅思考方式就系咁讲啦，记得全人类改变政治得两种方法。全人类改变政治就两种方法，第一种是用机关枪，第二种是用投票箱。用机关枪叫做 revolution， 斩人头；用投票箱叫 reformacy， 点人头。投票就点人头啦，系咪啊？所以点人头嘅歌你识唔识听啊？我唱俾你听吓。One little two, little three, little Indian four, little five, little six, little Chima, seven, little eight, little nine, little Malayo, ten, little Malaysian. 是不是啊？那地不是共产党，那地不会斩人头，那地亦都没有机关枪手榴弹，那地从来没有暗杀阿猪，没有炸狗死肥婆。不过人类用私方我就唔敢包，我哋冇用啊！所以我肯定，行动党唔系共产党，林吉祥50几年喺国会系着西装，唔系着军装。陈平系戴五星帽，林吉祥冇戴帽。陈平我机关枪，林吉祥我笔嘅，睇到冇？成个行动党最紧出嚟，我只嘴枪都冇机关枪。所以我哋唔系个护士，我哋系护货马师。我哋回货马斯就系要计人头，即系选举。喺马来西亚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如果计人头要赢嘅话，马来西亚咩民族人头最多啊？吓？仲使问阿鬼？仲使问神？马拉同胞系人口最多，啱唔啱？选举委员会班扑街，又划选区划到搞奸，马拉区越划越多，唐人区越嚟越少。加上我哋人口又唔生仔。越生越少，對方同胞越生越多。好啦，我哋唔機關槍嘛，我哋投票箱嘛，咪投咯，點投都會贏嘅，係咪啊？所以馬來人作反就非常重要。馬來人唔反，佢哋冚唪反曬都係反帝黨。所以今次難得馬哈爹作反，馬哈爹作反，毛氹就唔夠疼。同意啊。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哪啲好嘢哪啲作反即係你執到啦你俾個林德祥嘅車你度海頭獎仲好嘢啊嗱你哋千祈冇賭博啊大選賭賭博啊你要賭就賭我車牌73887388要賭到我車牌沒賭過啊沒人爭溫要賭賭爭我想誰放誰我千祈不要啊代朗你啊千祈不要賭過啊那好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路馬過了來為什麼路馬這麼重要呢路馬可以影響有幾種萬一人是 DAB 影響不到的第一公務員第二馬達第三軍隊第四住在鄉家的鄉村馬來人第五馬來人娛樂界的明星和歌星看到沒有5-0這麼威的時候那個鄉家沒有動到的安慰進去演講沒有馬爹那麼重要的那時候阿爹阿翁跟我們一起現在阿爹拿了錢9000萬過了去所以你靠安華安華坐牢你靠阿爹阿翁阿爹阿翁嚼了水你靠林吉祥林吉祥禁工被人污出來你靠誰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Boom! Dr. 馬來爹掌聲歡迎現在馬來人的娛樂圈即是唱歌拍電視劇明星姐仔天后級排緊隊出去插隻雞5-0的時候你有沒有看到有馬來明星得了隻雞的不敢的一得親過後是 RDM 封鎖你 DVD 家不可以上去唱歌你就撲街現在呢馬來西亞馬來歌星的天后級天后級歌星 Cindy Mohamedza 就好像香港的梅艷芳那樣天后級的出去插一隻雞下得那些明星排隊出去得為什麼呢因為一那隻雞來說十分厭惡第二那隻河馬來人看到要堆塵去第三那些明星收到風我們就快做政府了不用怕是不是啊反而旁人還很多不是幾醒目的你看連中委還會跟我們打一邊邊嗱，我不是笑連中委啊你是一個國家級的運動員你可以有政治立場是沒問題的不過麻煩在大是大非國家要推翻去推翻到獨裁者的時候公眾人物不論是他們演講者明星體育明星什麼都好是不是應該站在人民這一邊對不對啊對不對啊對不對啊國陣那裡不是做狗啊是不是啊對所以我跟大家說李宗偉大家記得永遠記得在國陣暗台之前李宗偉是跟他們一起的你白邊燈打得好都好不過我很懷疑你的政治的 sense 和你的是非感大家記得掌聲鼓勵送給李宗偉再來馬爹今次呢作反是最後一次了馬爹沒有多少個5年了你在這裡投給行動黨的或者投給公正黨的或者後來阿曼拉的基本上你拒絕的是國陣候選人國陣候選人跟你說什麼特朗特朗給你一次我五年啦你對他走一邊你說馬爹得我用完而已我給馬爹先對不對嗎對不對嗎馬爹上海台改變了馬來西亞命運成為良心之過後如果我們做不好我們給馬華對不對嗎不過現在麻煩馬華你走一邊不要阻住馬爹改革不要阻住他們國家轉型不要阻住他們馬來西亞對立國陣好不好記得馬爹今次反那隻雞英文字叫什麼 Do or die Now or never 聽好啊 Do or die Now or never 中文怎麼翻譯呢不成功就陷吉塵馬爹不是玩嘢的你不要當馬爹色懵了他93歲還好穩正他計過的馬爹出來如果一輸了馬爹的家族
马这个彭党含港排队病 club， 啱唔啱啊？抄家马下爹自己可能马接就会告去批评苏丹皇室的言论，含港入罪，马爹煽动法，马爹假新闻，马爹含港会上晒身。而家马接唔喐佢，点解？因为选举到啊，马接选举赢咗，佢仲喐你，所以。马爹以前虽然做好多衰嘢，不过万年马爹准备将功赎罪，我哋千祈唔好俾马爹临路过唔到世。同意吗？同意啊，唔该拍手。难得马爹过嚟帮我哋，而且马爹系晒冷。马爹冇玩嘢啦，马爹唔系随便啊，佢哋试一试啊，输咗咪输咗咯，输咗就输咗。行动党输了做反对党不紧要，他们几十年做反对党，马爹从来没有做过反对党，对不对？马爹输了真是一铺清袋，所以马爹晒冷很紧要。马爹就好像是黑社会倾茶台摆茶杯，马爹反台劈友。现在马爹带领我们劈友劈那出的时候呢，大家打仗或者劈友最重要是什么？士气如虹，劈兄弟上，劈友要气势的嘛，是不是？暗啲，你就千祈唔好喺度暗暗沉沉。人哋劈紧友嘅时候咧，暗啲就喺度话啲唔好嘅，话啲信唔过啦，话啲系奸臣嘅，话啲就贪污，话啲做唔过，话啲暗啲，暗暗沉沉，怼冧唔到那出嘅，系咪啊？佢哋依家要劈。不要跟我們馬爹過去的事就過去了，過去就沒有追究了，是不是？就好像那出現在玩 MDV 一馬曹雲，那出我比喻啊，那出就好像我一次擺冷刀入了你家打場，男左女右，男的除褲，男的除衫，拿埋啲錢出去，我老婆要買戰戰和輕劈，是不是？那出跟住打抢佬打紧抢你啊，系咪啊？马爹喺隔篱听到，马爹又攞把紧刀，暗啲唔使惊，傲骂喺大厅，我嚟救救你啊，好唔好啊？好唔好啊？你俾人打抢，那出打抢你，马爹救你，暗啲你仲会傻喺度？马爹，你唔好入你啊！你22年前仲争我马竹数未找啊？啲嘢咪傻撚咗，啱唔啱啊？過去嘅嘢放低。我喺怡寶識一個70多歲嘅硬哥，佢同我一樣係歷史學嘅，佢以前南大嘅，開玩笑啊！佢講：有講完，我最憎日本仔，我白頭。我點解咧？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戰，山影影八個月，嗰啲我白頭嚟到強姦我媽，殺咗我老豆，搶曬我屋企嘅錢。所以依家我唔会原谅日本仔嘅，我绝对唔会原谅日本仔啊！好硬嘅，放低。我系历史学博士，我知道日本仔以前做咩衰嘢。不过硬嘅，我请问你，你嘅仔揸到咗单，载你上唔上车啊？啊，咁又唔同讲。硬嘅，你嘅新抱请你食日本餐舒舒倾，你制唔制啊？啊，又唔同讲。阿哥，你个孙啊，买 AirAsia 400元外汇啊，去日本大阪我杀价 discount 啲机，你去过日本旅游啊？啊，咁梗系去啦！阿哥，你有冇偷睇电脑啲日本啲 AV 啊？呢个冇，呢个冇，呢个冇，呢个冇。嗱，好简单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日本仔以前做嘅衰嘢，系日本嘅皇军做嘅衰嘢。同日本人民冇關係，啱唔啱啊？啱唔啱啊？所以日本軍國主義做嘅衰嘢，你要計數就計日本軍國主義，日本人民係無辜嘅，啱唔啱啊？日本嘅 AV 嘅龍拍戲係專業嘅，啱唔啱啊？所以放低馬爹以前做嗰啲衰嘢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而家馬爹喊啊！你睇到馬爹嗰個 video 嘛？馬爹同個孫女喊啊！佢講 mungkin tuh dulu juga ada salah。 93歲嘅人啊，
你要同我啲孫女孫仔認錯，冇幾多啦。阿哥你自己諗下自己，如果你七十幾歲啦，你個孫同你講：阿爺你做錯咗咩啊？咩？阿爺食粉都去食米啊！阿爺行行橋都去行路啊！你講爹媽啱唔啱啊？阿爺你都做唔到啦，麻麻爹得喎，麻麻爹公開道歉喎，麻麻爹我相信啊。我哋唐人相信人差不多要死的時候是轉死性的，真的。你不信我不講政治先，我講一個故事。郭香年郭香年九十三歲，今年過年的時候出了本書郭香年的回憶，大家看本書有沒有看到啊？嗱，郭香年是世界級唐人資本家，他不是馬來西亞首富啊，他是世界級唐人資本家。去見過亮平、鄧小平同埋習近平，冇人見過亮平咁緊要啊！見過鄧小平啊，多數去咗貨啊！見到鄧小平又見到習近平咧，郭香年有本事啦！世界級嘅唐人資本家，人生第一本書，亦都可能係最後一本。點解入邊要懟毛筒？點解要拆東打西？點解要拆古色案？點解？大家都知道生意佬是最現實的，生意佬不想得罪政治的，對不對？共產黨又沒有批評，國民黨都是有朋友，毛統這裡馬華公會去給錢的，他做什麼給錢那麼多？他從來斗領都沒有給行動黨的，九十三歲出書的時候要拆毛統。我是歷史學者，我跟你說一句話，因為郭香年心中有一團火，他幾十年在馬來西亞做生意被人欺，他幾十年做生意被人屈，他幾十年做生意被人搶，他現在臨死了，他出一本書了，他本書要講給他的國氏的家族知，要講給馬來西亞唐人知，要講給全世界華人知，他就在這裡做生意被毛統軍的骨架盒，所以他寫這本書寫得這麼無骨。你不明白，我明白，因為我歷史學博士。同樣馬爹九十三歲為什麼要反？他可以學白鴨的，白鴨咪瞓覺咯，兩邊都冇得罪，兩邊見到佢啲流口水瞓緊覺，係咪啊？呢種人就世界奧卡，五月九號邊個做政府，白鴨兩邊都可以有 friend， 啱啊！白鴨好似麻爹咁樣企過你，萬一五月九號買大開細，買中開閒。白鴨不制的，白鴨的遊戲真的不制奧卡。馬下爹是馬下爹是什麼人？我跟你說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馬下爹是飄空，廣東話叫蕭雄，在中華民族歷史學有個特有的字眼。馬下歷史和英國歷史沒有的，英文英雄就是 Hero， 馬下文就 Partner One Villa。我是眼花都選馬來西亞先，我買一本很厲害，我回去再查 Campus Day One 有沒有銷售，沒有。英文 Oxford Dictionary Hero 之外有沒有怎樣形容銷售的英文字，沒有。是讀中華民族，有高尚，有英雄，還有銷售，馬下爹就是銷售。我講幾個歷史上出名的銷售，你聽到個學會就知道呢啲人係幾好嘢。曹操，蕭雄；秦始皇，蕭雄；成吉思汗，蕭雄；汉武帝，蕭雄；西楚霸王，蕭雄。哎呀，有咁遠，你冇拋書包，講咁撚遠嗰啲，講近啲嘅，近啲嘅。毛澤東，蕭雄；蔣介石，蕭雄；李宗耀。笑笑，哎，不要說那些死了，說那些未死的。美國總統Trump，笑笑；菲律賓總統杜特地，笑笑；俄羅斯普丁總統，笑笑；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可以好也可以。這些全部都是笑笑，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你看你跟習近平和以前那些人比較，習近平做小熊，所以馬下爹就這樣了。
永智阿爸的性格就比較溫和，不敢做大事的，所以做開總理幾年都好，兩屆中國穩穩定定算了，不會出很多奇蹟。史千平又敢敢做，所以史千平呢間全世界最威入去。俄羅斯總統普京敢敢做，呢啲就肖像啦。爹，馬爹就馬來西亞嘅肖像，93歲仲出去同佢劈友，你做嗰度吟吟沉沉，阿爹你唔係傻咗係嘛？係咪啊？大家支持馬爹劈友啦，拍手！馬哈爹在那裡發歌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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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令表态啊，唔系有数啲海军司令系咪啊 ？Navy the chief of navy 系喺马拉民族里边海军司令把炮啊，以前汉都亚就系勒沙曼啊，系咪啊？海军司令勒沙曼啊，勒沙曼嘅表态系好劲嘅事喺马拉民族里边，所以睇明星表态退役军人俱乐部50万嘅佢哋嘅会员。支持希望联盟，以前有冇啊？以前一个都冇啊，依家50万咯，大佬。最新消息，印度系一个民调机构，毛统的支持率喺马来西亚，听好，毛统的支持率从41%跌到18%。唔系假啦，报纸我买啦，我乱讲啦，飞机上坐咗5年啦。英国调查报告，女统在马来乡村的马来支持率从41%跌到18%，几紧要啊！所以今次佢哋做唔做政府，真系天望眼，系咪啊？大家同意嘛？所以马爹仲有6日投票，我知道有啲招数，我知道嘅，我唔讲得噶嘛。你睇报纸，马爹每日都出一招。出到5月9日，系啊，我唔讲得先吓、啊，我讲一啲马爹已经做咗啦，不过你睇唔明嘅嘢。马爹讲，我们希望联盟要赢嘅话咧，一定要三个共同点。第一，共同的竞选宣言 （Common Manifesto） 我哋有咗啦。以前我哋同中夫有晒呢46合作。我哋同安华瑞霍马斯合作，我哋都要颁布反对党嘅共同宣言。马爹讲呢个系基础嘅啫，靠呢个食糊咧唔得嘅，仲要有个 common 系以前冇做过嘅。第二就系 common logo， 嗱呢度得一个火箭啫。大选嘅时候冇火箭啦，大选嘅时候用晒我哋嘅眼睛，系咪啊 ？common logo 点解咧？睇我表演啊！镜头睇呢个，呢个系手 ，TAB 公正党，罗马嘅土团党，麦沙乌嘅陈星党，阿曼啊 ，4+1 沙巴仲有一个作反嘅党，武统国嚟嘅，叫做瓦里山明星党，5个反对党。如果你大家唔团结，唔用 common logo， 5月9日，佢哋一把星就拿住。那豬是不會被打死的，那豬最多流鼻血暈一暈而已。再看我的手，common logo， 5个反对党合作就要握，你有没有看李小龙精武门啊？这个是马爹教的，那些反对党这么多届为什么作反不成？因为当时不是马爹领军，马爹是他们敌人，马爹看穿我们，你没有 common logo， 你没有办法跟瓦里山 common 秤砣打。瓦里山有13个党，马华他们没有用他们的党打的，对不对？ MIC 没有用他们的党打的，全部用瓦里山，用死鬼秤砣，那些一次这样眼睛，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团结就是力量，他们行动党好像我们派刘振东去到埃丹打那个魏公公，哎 sorry 魏家祥，是吧？
冇睇快，唔好意思。嗰個係58%馬雞區，點贏啊？你必用火箭掃曬唐人票都唔會贏。威爾斯從來唔驚我哋 DAB 用 DAB 嗰個打，因為去嗰個選區係靠馬雞票贏嘅。佢睇到馬雞人係唔會投 DAB 嗰個嘅，點解？因為咁多年毛統喺禁邦已經抹黑咗 DAB， 話嗰啲係共產黨，話嗰啲唐人種族極端分子，所以馬雞人心中有個結，你叫馬雞人打火箭好難嘅。所以今次馬爹講，我有招數教你用，用眼型。用眼型一去，啱你係邊個？係秒震動，不過唔緊要，選票係眼型。馬雞人依家好揾度人眼珠，眼珠貪污得係緊要。馬雞人一睇到，哦，個老公係眼型，冇問題，眼珠要密啲啊，要係咪啊？馬雞人投眼型俾個用户接受嘅，係咪啊？係。嗱，呢個係講咗58%嘅古仔啫，仲有58%。我哋 DAB。52年金漆招牌嗰碌火箭，我哋如果自私，我哋堅持用碌火箭去選，我哋可能贏38席同40席。不過，我哋52年嘅黨，我哋就冇江湖道義，因為我哋忘記咗有一個2年嘅黨叫做麥薩布嘅陳先達，係咪啊？我哋52年啊，人哋2年啊，同你搞咁屌臭多嚟噶。你知道麥薩布嘅黨係咩logo嘛？好多台唔知啊，馬拉人都唔知啊。佢嘅黨嘅logo好似一個鹹肉粽咁啊，一個粽，然後有幾條界綁住。馬拉人都唔識，所以馬拉人上次喺補選就大講江沙補選，佢輸到盡。點解？馬拉人唔知道咩黨嚟嘅。所以如果 DAB 好自私，佢哋堅持用翻嗰碌火箭，你就被逼馬的個黨解散咗。去用眼型，眼型用眼型。不過麥薩布嘅黨講：哦，大家冇 common 嘅喎，咁我用翻我揀水種咯。咁眼珠就會笑撚死。所有麥薩布嘅黨打嘅行為，我哋麥根家就蘇麥薩布睇到冇？有時我哋唔可以咁自私噶。我哋行動黨係咪為咗大局啊？大家咪應該拍手啊！小平的故事，邓小平说什么？不管白猫还是黑猫，只要会捉老鼠就是好猫，听过吗？邓小平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历史学博士告诉你，1976年毛泽东死了过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中国经济被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搞到饥毛鸭血，邓小平要整个改革中国，他就说不论是共产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能够令中国人民赚到钱的就好的主义。因为他是四川人，他就用四川的一个比喻讲，不管白猫还是黑猫，只要会捉老鼠就是好猫，方便中国人明白。今天我有功要改改，不管是眼影标还是火箭标，只要能够怼到那句就是好标。明白吗？明白。嗱，邱仲毅嗰班又特登玩嘢咯，佢讲咩啊？哼！哇，邱仲毅得几个粉丝啊？佢讲咩啊？老马在线，火箭不见。哇！讲到自己几粉威，行动党没有原则，你们连个个都放弃，证明你出卖原则。如果遇到啲马话搞一个杯茶铺，你咪就哎，今日加几？你哋妈话有冇用你哋嗰星星嚟选啊？有吗？有。你哋妈话嗰死鬼星星13个角嗰啲啊，有冇我出去选啊？年纪大啲阿哥知道以前系帆船系嘛？冬菇嘅时候系帆船，过后系国阵。妈话嘅星星，民政党嘅三角裤，有冇我出去选我嘛？冇。所以邱仲毅冇咁大声，你哋太监冇咕咕叫嘅笑我点？你黐线。光头啦，马华高会周围散光头嘅，你唔小心就踩紧到光头啊！我今晚呸，有光要同佢解光头。第二招，
馬華公會講咩啊？林吉祥讀番書，唔識佢哋中華文化，佢哋中華文化講包容噶嘛？點解林吉祥嘅鞋都要黃對黃？你睇你自己以前打影撐腰，又打鼠字弓，而家你老咗啊！你派你嘅徒弟廖振道去打威炸城，又派黃德去打嗰個恩仲乃啊，所以廖仲乃係嘛？又派李可敏啊，好彩同我約咁好啊，去安順打嗰個子彈同子彈，恩恩愛愛同恩恩恩恩都唔識分嘅，嗰啲死廢柴麻燒腸係嘛？又派嗰個朱孔玉妖貓山王曾新允去芙蓉冚我哋嘅烏收虎嚇，嗱、啊，證明咩？證明林吉祥，你令到我哋唐人好難選擇，掌心又係肉，手背又係肉，係咪啊？馬華公咪講啲撚嘢啊？阿哥，你年輕時候靚仔要拍拖啊，你帶兩條女翻屋企見你阿媽，阿媽手心又係肉，手背係肉，我兩條都殺得唔得？如果是我的阿媽，我就同講僆仔，你帶兩條鬼肩養俾到外母睇，兩條都殺死得唔得？你話都斬鳩你啊？啱唔啱啊？選舉就揀一個嘅嘛，邊揀兩個啫？啱唔啱啊？好簡單，重要嘅係我邱光耀，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博士。我同你講，林吉祥雖然講讀翻書，不過林吉祥有睇《三國演義》同埋《孫子兵法》。英文翻譯本啫，嗱，我同大家講，我哋中國人五千年打仗就係黃對黃，你唔信？我舉例子俾你睇，三國時代赤壁之戰、赤壁之戰，打邊個？打曹操，火燒連環船，邊個出計啊？邊個打？諸葛亮聯合邊個？孫權，黃對黃。仲有同樣是三國時代，山鴛爭吕布，吕布三姓家奴，正含家產，邊個打吕布呢？三個英雄，最後一個英雄是誰啊？就是中華民族武術之聖關雲長，關公出馬，王對王，名將對名將，邊個講林吉祥不識讀？邊個講林吉祥沒看三國演義啊？邊個講林吉祥不識孫子兵法？嗱，不識。我哋依家要懟咁翻撲街，國會有222席，我哋每一席都要贏馬華公會同民政黨，啱唔啱啊？所以我哋一定要派黃對黃嘛，唔通我哋派朱瑞典喺邊度啊？爭我成個座嘅，你條 fit 有啦。不過如果你派去喺芙蓉同曾新允打，暫時未夠稱啊。梗係會收虎嘛，王對王啊嘛，係嘛？假以時日，接受考驗，可能千歲面以後都係一表人才，啱唔啱？不過依家唔得，依家去芙蓉咧，曾生就笑緊死啦！啊，今次係咪林吉祥食咗錢啊？放水喎、啊，白醉，回教黨依家就放水，回教黨同毛統依家就放緊水，係咪啊？因為 Slavic Report 講我哋攞咗9000萬，佢哋同毛統係拆骨，回教黨同毛統係毒骨，老細係唔開心啊，老細，你要腳底按摩啊，送多個雀仔按摩嚟好唔好啊？你睇到冇？佢哋依家要先提燒，一定係黃對黃嘅，冇嘅又放水嘅，放水嘅話喺行動黨度食咗錢。絕對不值得的支持，啱啱？我哋認真打，點解？國會有222席，112席做政府，我哋行動黨打45席，我哋希望贏40席。重要的馬華民政嗰啲狗頭，佢哋係會出嚟嘅。佢哋孭喺馬區嘅。你叫佢請唔請？出嚟！你講代表馬華代表華人嘛？出嚟！你唔好俾阿丹，你喺邊聽同林冠英打阿爺不爹？曬一啖阿布爹，曬一啖血丹啊！懶啊，阿爹血丹，曬到你查你麥奸。
佢就係唔會出嚟嘅，係咪？所以佢哋唔出嚟，嗰啲入去打鳩佢，嗰啲入去打去，嗰啲有風險噶。劉振東喺珠灣做緊國會議員，定定揾食自己嘅區，放低唐人區就去買佢打，呢啲就係玩堆玩面爭啊，啱唔啱啊？如果劉振東冇春代講，我唔敢打，我派黐隨便去打，咁行動黨咪收皮啦，啱唔啱啊？所以行動黨咪應該值得大家掌聲啊，鼓勵啊，黃之華。華總，馬來西亞華人總會唔知咩撚名啊，翻聽先，講乜 Q 啊？佢話你哋行動黨黃對黃。剷除了民族精英，馬華又是精英 ，DAB 又是精英，點解逼到佢好難選擇呢？嗱，聽我講啊，你睇鄭新聞，烏收府係人才咯，烏收府係首土嘅，佢唔係公土啊，佢係首富用嘅。馬華公會如果唔中意玩堆玩，點解你又派你嘅馬青團長過嚟打我哋咧？係咪啊？你應該派馬青團長去打其他區嘛？做咩過嚟呢度咧？你一方面屌我哋玩堆玩，你自己又派鄭新聞嚟打啊？除非你講鄭新聞唔係王啊，係條蟲啊，咁冇計啦，你咁講係嘛？你睇過邱國榕？你睇過未有？你睇烏沙虎嘅樣子，相貌堂堂，一身正氣，係咪啊？你睇下鄭新聞，41歲，基本上發育不良。靚仔個樣，眉尖壓窄，嘴嚕嚕。人有樣睇㗎，一個人係正氣㗎。睇個邱邦陽，你睇個老婆樣幾撚靚係嘛？你睇下鄭新聞嗰啲樣真係啊，奸產樣嘅成個樣，啱唔啱？你乜嘴樣嗰啲啊？講話撚撚屎屎嗰啲啊，係咪啊？你睇佢做副教育部長啊？你睇佢個 FB A 加 N 又殺啦，推薦人嚟爭好想見佢 A 加 N 殺啦 ，spelling mistake 中文屎堪又寫錯，人哋喺邊呢啊？浸緊水啊，救災啊！佢嘴喵喵講啲撚嘢，不要進天都啊，林冠霖。邊樣幾撚滾去啊？去咗邊樣救災，同妹仔想攞兩個水。救災完畢，拜拜。你話呢話咪做戲做得緊要個頭啊？呢啲友啊真係民族精英，同意㗎，唔該拍手。所以馬來有好多蛇招嘅。馬華有好多啲乜鋼頭周圍放嘅，再講多一招。馬爹冇咁偉大咧，馬爹邊度夠國？馬爹為咗自己嘅仔，有冇聽過馬華咁講啊？有。今晚就解鋼頭，天下間嘅父母有邊個唔為自己仔企出嚟？冇噶嘛，個個阿爸阿媽都為自己仔噶嘛，啱冇？咁馬爹為自己嘅仔有冇錯？冇錯噶嘛。不過如果馬爹真係為自己嘅仔，合翻都找緊拿出屌臭。點解？馬哈爹喺黨內嘅地位，佢冇同阿朱小臭係精神領袖。馬哈爹曾經係隊冧咗白鴨，扶嗰只雞做首相啊，係咪啊？阿朱係爭馬爹個人情啊！阿朱最出名講咩句啊 ？I hate you。馬爹救咗阿朱一次，俾阿朱做咗首相。馬爹臨死嘅時候，你西侄嚟喺個床頂。聽好，我馬爹就快死啦！我曾經幫過佢做首相啊！你講啊 ，I hate you, you hate me 啊！我嘅仔啊，幫我睇實佢啊，以後俾上位啊！睇到冇？人性就咁噶嘛！馬爹一同打出屌臭，馬爹嘅仔問對佢殺佢家冇得做，馬爹嘅仔仲俾開除。你話馬爹為佢嘅仔，你傻咗啊？有邊個阿爸想為自己仔？然後同馬竹屌臭啊！哦，馬爹唔單止為自己仔，馬爹為錢。馬華狗咩人都講得噶喎，馬爹為錢，馬爹冇錢啊？馬爹錢揾唔少啊？馬爹係嘛？馬爹如果為錢，他也翻不走跟拿竹屌臭。
马爹都拿出屌臭过后，马爹的双峰塔国游主席不得做，马爹的仔 F1 依赖揸跑车的委员会主席不得做，马爹的最中意的公园国东沙家拿接出去卖俾中国佬，马爹的面包铺都执笠，马爹的朋党富贵室唔系富贵山庄，烈夜仙踪李金勇系咪啊？俾所得税追一亿二千万所得税，马爹的朋党、马爹的家族、马爹的生意、马爹的金钱损失，佢同那只表臭，他损失可大。所以你话马爹为钱而怼嗰只鸡，讲唔通。好啦，马爹为乜？我今日讲你知。马爹收尾嗰两年转死性。我认为我判断，你听我讲 make make sense 啊？马爹为咗四个字，历史功名，人两个一升入咗棺材，钱带咗去，富贵荣华还翻俾阿拉，留翻系乜嘢？名誉 honor。所以政治系乜最惊咩？最惊我哋呢种人，历史学者，马爹以前做啲衰嘢。如果呢两年继续瞓觉好似白鸭，瞓到自己死咗过后，马爹嗰本专资，全世界人写马爹传，冚唪都屌柒佢。马爹惊，马爹最尾两年良心发言，佢希望自己嘅政治历史最尾两年系一个光辉 honor 嘅 full stop。所以马爹一过嚟，佢代价大吗？风险大，因为马爹一搏，佢怼马猪怼赢咗过后，历史学者点样写马爹咧？听好。我就会这么写，马来西亚的现代化之父，也是威权体制的建构者，敦德的马爹，22年当首相，也是用威权极端手段打压反对党，镇压民意，开除法官，控制传媒。然而，他在最后两年，一个马爹终于这个啊，他能够团结他的宿敌安拉伊布拉欣以及政治上的敌人。林志祥通过和平方式用选票号召三大民族起来改革，终于在5月9号推翻了马来西亚的贪官，献给马来西亚第一次的60年来的良心制。越过在马爹要的，所以马爹要的历史评价93岁了。男人如果你39岁，你要咩？你要靓女，你要名车，你要钱，你要出国旅行。93岁，呢啲嘢有晒咗啦，啱唔啱啊？荣华富贵有晒啦，而且马爹冇其他女人啦。啊，呢种人啊，系好奇怪啦。李光耀一生都冇玩女人噶，马爹冇啊，冇疾都反而有，睇到冇？我就得萬人多啲朋友噶，蔣介石都冇噶，蔣介石都喺女方面啊，都係中意一個嘅啫。哪招？蒙古咩？C4 炸彈，哇！哪招真係好揾個醜聞啊，係咪啊？林吉祥有冇女啊？冇啊，林吉祥一個老婆啫。佢哋嗰啲人係一生啊，你同意唔同意政治立場都好啊。佢哋係專心為國家服務、為黨服務嘅人。馬爹、李光耀、林吉祥呢啲人啊，冇啊，差唔多絕種咗啦。所以，你我哋鬧我哋喎。馬爹而家作反，你執到啊？馬爹而家作反，去用佢自己嘅名譽，去用自己嘅身家。他用自己的家族，他用自己的朋党的钱，你跟他插那隻雞，你還不拍手傻了啊？所以马华公这份废柴呢，就真的很怕马爹这么做的。马爹正话讲有三个 common， common manifesto， common logo， common logo 我全部讲完。有些阿婆在余寶跟我說，超人，好激心，還有一個激心阿婆
幾十年都好鍾意火箭嗰碌嘢，我投咗咁多屆都係贏嗰碌嘢嘅啫。依家你收埋碌嘢，你叫我點好啊？阿何，我多謝你咁長情，幾十年都支持嗰碌嘢。而家你投嗰隻藍眼，藍眼都係火箭，都係碌嘢啫。阿婆講：你玩嘢啊？火箭係碌嘢啦，成碌嘢啊嘛。個眼點解碌嘢啊？阿婆，眼係咪攞嚟睇嘢噶？睇嘢英文係咪叫碌啊 ？L O O K 啊？係咪碌嘢啊？都係碌嘢啫。阿婆點解咁執著啊？仲有阿哥好嘢，仲有阿哥七十幾歲，佢同我講。有光耀，哎呀，好驚啊！驚咩啊哥？你哋冇咗火箭，我有色盲啊！我媽唔蠢啊，你媽幾多歲啊？我媽七十幾歲，點解蠢法咧？我媽佢話佢認火箭喎、啊。如果冇咗火箭，佢入去去認嗰啲，佢俾佢食咗啲票喎、啊。不如講拜神，死啊！我講靚仔，你唔好睇死你阿媽，你阿媽好醒噶。點解咧？阿啲阿哥，年輕人，你唔好睇死個王家。而家好多老人家好醒噶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你朝頭早開手機，你第一個接到個信息 WhatsApp 就係嗰啲 Auntie Uncle send 俾你嘅。今天是星期天，感恩。有唔有啊？啊？心有多寬，路有多寬，感恩。有朵蓮花，有個和尚仔嗰啲咁啊，係嘛？係咪啊？呢啲行唔行？嗰啲硬啲硬咗聲啊！呢啲硬啲硬咗仲中意玩聲咁嘅嘢啊！所以你唔好當硬啲硬咗傻噶。我係師奶殺手，我同幾多個人影相啊？影相嗰啲硬啲硬咗師奶嗰啲行唔行用 smartphone 啊？所以我就做好多啲圖俾啲硬啲聲。硬啲睇到我圖啊，好開心啊！周圍聲啊，五月九號淹死海盜，感恩。仲有啊，我做好多噶。五月九号，那接上吊，感恩。系咪啊？你唔好睇醒啲眼啲眼都傻噶，啲眼啲好醒噶。好噶，所以 common 功夫我唔惊。如果年轻人你屋企嘅父母或者阿公阿婆真系仲有啲问题嘅，唔该，仲有五日时间，争取时间解释俾你睇。今次投眼型就等于投火箭，得唔得？好啦，我讲咗佢有冇 comment， 第三个 comment， 马爹教我。以前我哋反对党结盟，我哋从来冇公开宣布赢咗个行边个做首相。同廿卅啲结盟又系，同安华结盟都系，我哋冇讲互影互告赢咩安华，我哋将相放大啲啫。你认为系就系咯？因为回教党唔同意，回教党认为下啲有啱先至系首相，所以互影互告我哋冇讲边个真首相，边个副首相。今次我哋有講，係咪啊？講到明，今次胡永贏，胡永全贏咗個後咧，真傻聲就係麥哈爹，副傻聲就係格雲屈阿斯沙。點解我哋要提早宣布咧？嗱，巧妙就呢度啦。我同大家講，麥哈爹講我哋知，如果我哋唔宣布反對黨贏咗個後係麥哈爹做首相。那接紅毛統就會在禁崩代表你宣布反對黨贏了林吉祥做首相，他就用那些蛇招去嚇馬人。馬哈爹知道現在馬人很憎那接，那接太貪污搞到民不聊生，所以如果馬人土無同不幹事，土希望聯盟不放心，他怕投了我們是同人揸權，結果是投出林吉祥做首相，郭邊星做副首相。哇，馬人就覺得這樣就不行喎，是不是啊？這裡是丹丹麥亞要布米伊斯丹，哪裡可以給唐人做渣大旗啊？所以馬人就會土無同不幹事，土西方人民不放心，我還是土無同。那就馬人喊了一句土無同，就沒有馬來海嘯。所以馬人死人老靚鬼老精，佢知道，佢同我哋講你要懟冧那豬，
而一定要宣布是马仁做首相，副首相都马仁做，然后暗中在监督里面就不可以搞奸，他没有办法宣传，是行动党极权，是抗人极权。所以马丁身无远虑，肖雄也拍手。所以三个叩问几重要，这三个叩问一宣布，你看那些马人反攻几重要，是不是？马人反今天最多是3500人停满了，这里都没错了。马爹院讲超学友演唱会前面冚唪唥满，你看到没？马人作反比行动党团作反更重要，所以马鞋事后就确保了今次大家不用怕。咁多年嚟，阿姐，我睇出嚟，听日投票，阿姐你今日一定做一件事，就系去买命基面嚟收，系咪啊？所有妇女，包括我妈同我外母都系咁样，听日投票，今日一定买命基面，啊，好似注定咗听日投票买咩，今日大减价咁啊，屌，系咪啊？啱唔啱啊？小朋友攞个毛巾俾我。搞到身水身份，多謝。還沒有拿生態嗎？聽好，一個不正常的國家選舉，硬啲就要買Maggie Lin。你有沒有見過美國總統選舉的美國的番婆買Maggie Lin收的？你有沒有看到英國選舉、法國選舉那些鬼婆買Maggie Lin收的？新加坡都沒有，香港、台灣都沒有，是德馬雷西亞人有的，真的很好的這班人。為什麼呢？硬點我不怪你，因為從1969年一三過後，每一屆毛統都黑鳩我們，屈鳩我們，黑鳩我們，是不是？聽日認頭我輸了就會暴動了，你忍住你啊，你最好買什麼機面啊，不是戒煙啊，你買機面都是戒了些煙的，是不是啊？嗱，今次硬啲唔使驚，老馬喺大廳，你唔使買命機面。點解？因為贏咗過後都係馬雞人做政府，同唔同意啊？贏咗過後，屎掹影咁揸大旗嘅大哥唔係唐人林吉祥，唔係過邊星，唔係顧家，唔係蔡天祥，係馬下爹同格雲。嗱，呢個好重要噶。因為馬哈爹將佢同馬人講，你哋唔使驚，大家作反，反咗過後，唔係唐人揸飛，唔係基督教揸飛，唔係信耶穌嘅揸飛，嚇！佢哋依家動過眼眼，咪去嚇馬人咯。行動黨啱你有基督教福音派 control， 哇！講啲緊股喎，睇到嘛？佢哋而家用嗰啲手段越嚟越奸。未來幾日，如果你睇報紙、電台，睇到嗰啲咩新聞啊，行動黨。亞美有咩基督教邊捐錢俾我哋懟冧毛統？冇信哦！個超人徐香同佢老婆，佢出面仲有同啲阿瓜上床，冇信啊！超人琴日偷睇阿婆沖涼，生眼挑針，冇信。佢哋咩招數都有啊！呢幾日就係集中好多大話嘅時候，銀啲記得，而家係大兔，銀啲你大兔啊！仲有6日就生得噶。按啲你嘅套嘅名字叫做杨先知，我哋等咗几十年啦，而家个仔就会顺产噶，5月9日嘅仔就会出世噶，马哈爹帮佢接生。呢个时候你千祈要小心，如果系争新闻请佢食黄蟻起食，食咗个仔甩咗啦，系嘛？我呢只想俾蕉皮你踩，你唔好踩，跣捻咗个仔会唐唔稳噶。林吉祥同佢接生，你都冇制，因为林吉祥系唐人，而且林吉祥系律师，马下啲系医生，马下啲识接生。5月9日，阿啲就抹开双脚，唔使惊。马爹讲：阿啲 ，come on push， 深呼吸 ，1 2 3 push。5月9日，
我哋嘅仔就出世啦，好唔好啊？好。个仔又叫人生之好唔好啊？好。咁个仔一出世就有民主、自由、平等、廉洁，我哋唔使俾人黑。马爹93岁，银澳有仔出啊！所以放假两日，大家 happy， 好唔好啊？好。有冇落水啊？好啦，因为落水嘅关系，我睇我唔需要再讲多啦。我同大家记得5月9号。千载难逢 ，Do or die, now or never。错失咗良机，马爹去货死咗过后咧，马来西亚就冇机会作反噶。我哋人口仍然少，全区立分仍然奸。马爹一去货，毛统重新合作，同回教党一齐，个嘢就真系扑街啦。所以今次大家投票俾曾国祥，好唔好？叫曾君尧等多5年，好冇？投俾我哋国会嘅候选人，好冇？俾马下爹亮认得冇？最后我同大家讲一个口号，咁嘅落水关系，被逼要走走啲结，早啲结束。我嗌五月朝后，你就嗌淹死海盗。记得啊，拿出嚟海盗啊，海盗唔惊水灾，海盗怕海啸，有华人海啸。马来海啸一起来，5月9号淹死海盗，好冇？好，我打句啊，5月9号淹死海盗。第二句，5月9号淹死海盗。第三句，5月9号淹死海盗。多谢大家，快啲翻屋企啊，落雨啦，再见，拜拜。我在大山水啊，天上的秋光呀，我是。精彩的演讲，在这边要感谢所有马口的朋友们。今天晚上我们的筹款25339块大毛班。